紅金丹 case 之後咧，葉少良就空降落嚟 CIB。我諗佢覺得我哋懷疑緊佢，所以先發制人。我驚我懷疑嘅嘢係真，但以我嘅直覺，佢一定有啲嘢呃住我。我後生嗰時接過呢種，幫唔到手點俾我初戀情人。你當係釘煲。